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，那我把这个送给你，你想要吗？你不想要吗？这个可是我最喜欢的东西。那我没有别的礼物了，怎么办？哎，其实我给你准备礼物了，等一会儿啊。你看这是什么？这个呢，是我这两天特意给你准备的一个小礼物，然后它呢是一个拍立得，然后随时随地就能记录下咱们俩的爱情经历，然后呢，我觉得送给你也是蛮合适的，毕竟咱们要一直在一起嘛，对吧？还不喜欢呀？那你要这个再不喜欢的话，那我真的就没有礼物了。哎，等我想一想啊，我想一想送你什么呢？那我送你一个家吧，顺带着再送你一个北京户口，好不好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